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给大家拜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汤臣倍健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金牌大使周深，80%高蛋白，助力营养好状态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活力加分，享受精彩的生活。祝大家龙年大吉，状态在线。你们这么快就准备好新年礼物了呀？没错，汤臣倍健小金罐，祝你新年倍儿健康。新一年好状态，当然要有好营养的加持。小金罐蛋白粉，80%高蛋白，少负担，10秒速溶，又方便又好喝。新年送家人朋友都非常非常棒。现在来京东搜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，购买同款新年营养礼吧。21日，周深现身央视春晚第二次连排现场。但登上热搜的却是词条，周深连续三年春晚彩排穿同一件羽绒服。大家都在说周深节俭，其实这并不奇怪。从平时穿搭就能看出来，除了参加节目和活动需要穿上节目组要求或提供的服装外，私服都是一些很便宜的普通服装。有人说周深念旧，其实小编更愿称之为长情。对于一路陪伴自己走来的人和物，都极其的珍惜和爱护，甚至视若珍宝。那个用了差不多10年的二手麦亦是如此。之前穿了差不多10年的羽绒服如此，陪他走过10几年的布丁和生蜜更是如此。也许这也是一种不忘初心吧。这件被粉丝戏称为半永久外套的羽绒服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周深的战袍，或者称之为幸运战袍更为贴切。他陪着周深从外国学习走到如今，被央视称为顶流歌手时代之声，更是陪着周深走过大大小小无数的舞台，央视春晚、文联春晚、卫视春晚等等，见证了他的学习过程，坐冷板凳被冷落的煎熬，更见证了他登上春晚走向大众，俨然已经成为他的幸运战袍。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于周深而言，这件衣服可能不仅仅是合身保暖，更是有一种幸运加持。就好像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幸运物，在关键的重大场合带着就会感到安心一样，最后可能还是一种念想吧，你觉得呢？周深能让大家一直喜欢他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声，他的人品也是备受赞叹的。他节俭、念旧、暖心，对待粉丝更是宠爱有加。当粉丝大喊周深的名字时，他会直接扭头挥手打招呼。当听到粉丝说深深回个头时，他会立马回头回应。这样的宠粉程度简直是一级的。对于周深的这种行为，不少网友表示周深真的太暖心了，这样的偶像值得我们一直喜欢下去。确实，一个既有实力又有人品的歌手怎能不让人喜爱呢？谢谢同学们，谢谢大家。其实从新华网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等国家级主流媒体，到央视和各种政府机构，好像对周深越来越有一种毫不迟疑的信任。尤其六公主那句“但他可是周深啊”，更是透露出一种周深在我放心的气势。如今春晚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们也期待着周深能在春晚的舞台上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。相信有了这件战袍的加持，周深一定会更加自信，更加出色地完成每一次演出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在春晚的精彩表现吧。你看
没有到达，拥抱过还是害怕，用力推开你，我依然留下。情不自禁就跟我一起唱，不是，我觉得那要不这样子，你唱第一句，第二句的时候可能好，第二句就唱这个。我想的是他们跟我一起开始唱第一句，但第一句我觉得哒哒哒，唱，我该用哪首来着？要不唱我再开始，我再再见。是吧？对，就是要需要观众。因为你想的是很 live， 我想的是可能对，这是音频。他说要说他会单独拿音频。那所以说你要在听的话，例如说我在听车开车在听的时候，这首歌是你一唱一句，是第二句就是对，是哪个？上桌这个话题，想知道深深的回家过年是坐小孩桌还是大人桌？当然是坐在我们家，就只有一桌。去别人以前去别人家拜年的话，肯定小孩桌，现在的话不要在大人桌吧。那回家拜年会被迫表演节目吗？现在不会了，现在我会婉拒，或者直接调出自己的视频，你看个够。有一次我记得是亲戚来家里过年的拜年的时候，他们还是让我唱歌，然后说让我唱，他们跳，这种就很难拒绝，毕竟他也牺牲了自己。他们点歌吗？点了，点的是我以前唱过的《花落》一首歌。青色的。然后就在跳，然后就你想想这个画面，你想想就尴尬。天哪，还好当时没有手机拍耶。然后你在奔跑吧里面，就是听孟子义唱歌的那个表情太好笑了，想知道你当时内心真实的 OS 是什么？没有真实的 OS， 全写脸上了。就那个时候，因为非常的突然，因为我们当时在转场，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段会被录下来或怎么样，虽然前面有 GoPro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平时一般也不太会用到这个素材，我们就瞎聊，突然他就说我很喜欢唱歌，很喜欢听歌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过这首歌吗？然后就发生了大家看过的那段故事了。那现在自己唱冬天的秘密的时候会想起孟姐吗？其实是冬天的秘密想起她，我只要听到有人说我很喜欢唱歌，我就会想起她。那自己会想开班教这些不会唱歌的朋友唱个歌吗？我觉得孟姐身上有个最大的魅力，就是真的让我们体会到快乐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所以我不太会想去教别人唱歌，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去分享这样的快乐。对，分享这段听起来很奇怪。总之就是我觉得音乐给人带来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快乐才对。那今年请